现那是该做的事。喝喝水，不提树叶，古老的情节。我们要穿着布衫，顶着白烟，还想着吃饭的人。其实我不该是我自己的妹妹。转转转，快乐的画面不停转转转，有一样的心意，我的爱。身份又特别细微，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。喝喝水，不提树叶，古老的情节。我们俩穿着不穿，听着音乐，想着是怀念。其实我乖乖是我最亲切的妹。我们是 TF 家族。大家好，我是吃过黑暗料理的张真源。黑暗料理你忘了吗？就之前在洛阳吃的虫子，这个味道还不错。 对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味道还不错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最近想买一件黑色大衣的贺峻霖。你不是有一件吗？就是之前那件嘛，打到这儿了，太长了，我想买一个稍微到这儿一点的。显腿短。啥？没啥，耀文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 Mr. Black 刘耀文。哎呀！哟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还没去玩过鬼屋的马佳琪。说实话，去过没见到过。是因为你躲到我们后面。对，特别是我最勇猛的那一个。你是躲到最后面的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。觉得这一期主题又适合我又不怎么适合我的敖子毅。我觉得这个舞台再加上这个地板有点黑，请把灯关一下。不用关灯，请开亮一点，谢谢。然后为什么适合我呢？因为我一如既往的帅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期主题让我很没有安全感的宋亚轩。安全感的十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在夜晚诞生的小丁，丁程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怕黑的陈曦。关灯，关灯，关灯，可以关灯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想去古堡探险的李天泽。大家好，我是捂着耳朵听鬼故事的陈思旭。好，今天神五月前夜的主题由我不怕黑男孩张真源主持。今天主题有点让人心惶惶，但明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今天的主题会显得我们很帅。我们每天都很帅。他们把流程跟游戏给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，我们感觉不是很友好，但我们还是要保持很帅的样子，希望如此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台风大不了环节。他写的是敖子毅怕高。哇，我天天在公司18楼训练，没见我怕过高啊，这是造谣。那天我们去几个约一起去看电影，然后我们就从电梯上下来，然后往这边一看，其实并不高，但是三爷一看第一个冲的。我是
为了烘托那个电梯的效果。看就是写打写的，看就是你写的。我耀文怕黑又怕鬼，对，他之前跟我睡一间房的时候，就晚上必须不关灯，不然他就会抱着我睡。抱着我，就是前段时间跳小丑嘛。对，跳小丑，然后他也怕小丑。跳小丑，然后我们去看那个视频，老师推荐的。然后他本来就怕，看完了更怕。公司不是八点过就厕所就没有灯了，关灯，他非要我们陪着去。对，然后每次过来，每天的日常就是买了鞋陪我上厕所吧，就是可怜兮兮的那个表情一过来，走，肯定要去厕所。大家都害怕去鬼屋，我觉得我就不害怕。我也不害怕，我也不害怕呀。我们都不怕，对，对不怕，怕为什么要怕呢？是吧？去鬼屋，我一般都在门口走过去啊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鬼屋，或者他说一点都不怂，结果进去就很怂。我第二害怕狗，真的怕。有一点。上次我们去那个有一点吗？拍东西那个公园，我来看你拍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老人牵着一条狗过来，然后你就跳在那个台子上面去了。真相已经呼之欲出，是谁写的？因为那个狗很大一只，对啊，它身上很多毛。对，是他们扶你下来的。外地练习生很害怕《忐忑》这首歌。对，不，有一个人不怕，天泽不怕。我不怕。对，天泽就天泽不怕。天泽是让我们害怕的人。天泽每天早上都要用这首歌叫醒他。这个事情不要再说好多次了，好吗？没有，这首歌让我很有安全感。这首歌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如果我们下次再说，他就要在群里面开聊天视频，然后放那首歌了。忐忑，哎呀，以后我们说，哎呀，有，起床，起床。说我害怕蜜蜂，怎么你被蜜蜂咬过？哎，这条是我写的，就是平时甄媛儿作业很多，然后他好多时候就是作业都要在公司就找空闲时间来写，然后有一次他是就靠在窗边写作业，写着写着就突然开始疯狂的拍打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还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，然后还边在尖叫，然后他突然看到我就疯狂的边喊救命边向我跑来，他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他胳膊上面扎了一根刺，然后最后就是那个蜜蜂叮了一下他，然后没有事，他靠近我，我一巴掌摸，我以为是只苍蝇，苍蝇有那么大的苍蝇吗？然后我当时就被吓到，然后天泽就特别好，用那个镊子就给我夹出来。宋远轩敏感神经特别发达，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挠他一下。特别有一次我在宿舍的沙发上坐着，宋远轩也在我旁边嘛，然后我突然一不小心手就放到了一下他的腿上，然后我就正准备抬起来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尖叫了一声，我说你怎么了？他说我怕痒。好，不用再说了，下一个。哎呀，又是宋远轩。宋远轩特别害怕气球，就上期那个《鲁星期五》。对啊，咱们在后台说话那个气球。对。然后我拿着那个气球一靠近他，他就像看见鬼一样，离了我几十米远，捂着耳朵在那尖叫，你知道吗？哦、我知道。他那只是在就唱高音，他是在练高音，在练声。赫尔特别怕狗，特别怕狗，跟丁儿一样。就有一次我们在公司抱着查理就靠近他，他就打了我两下，他说：“你干啥在当队员？”吓得重庆话都出来了，不，成都话。干啥子？那谁写的？我写的。在宿舍，他告诉我小时候他带他哥哥去超市买东西。小时候带他带他哥哥，小时候带哥哥，那不是应该他哥哥带他吗？他哥哥带他，好，不用纠结这个问题。他哥向他跑过来，然后对面门前蹲着一条大狗，然后没有拴链子，他哥哥就向他跑来，那个狗看到他哥在跑，然后去咬他哥。咬了他一口，然后正准备咬，赫尔一抬脚，然后那个狗没咬到他，然后赫尔就跑了，然后他从此就非常怕狗。不是我跑了，是那只狗跑了，他被我吓到了，我一瞪。就走了。是你们家的狗？那不是我家的狗，我那么害怕狗，我还养狗吗？好吧，有可能啊。他妈妈特别喜欢狗，就养了一只。我妈也不喜欢狗。他爸爸特别，我爸也不喜欢狗，吵了吧？我爸喜欢。那我特别喜欢狗，我就养了一只公司啊，养了一只狗在公司，养了一只狗在公司，就天天带着他靠近贺峻霖。那可能我和你从此恩断义绝。那可能我也会哦。小马哥最怕挠痒。不存在的。小马哥最怕挠痒。
小马哥最怕挠痒吗？有吗？这条是我挠痒，就我们上次嘛，就玩，然后我们玩着玩着就把小马哥碰到哪儿，然后我就碰他，哎，怎么你在动呢？然后小马哥不动，碰的是人好吗？碰他还不动，你怎么也在动呢？然后他就跳了起来，我在想为什么要跳呢？然后我就再摸他一下，然后摸到了他右边这一部分，右边这一部分，然后我就挠他痒，他就很害怕挠痒，就叫了起来是吧？我记得有一次就很多人一起挠小马哥痒痒，他就快崩溃了。是把了你们要不要现在试一下？我看到了，不是，算了，下去再，对，下去再。好，大家好，这个游戏环节呢，这个游戏叫做台风奇妙箱。很好。大概猜到的有什么？箱子。对，里面有什么，然后是不知道的。哦。然后现在来讲规则。然后我们分组，就是啊，对，喜达跟三爷一组，金元跟贺一组，然后耀文跟旭旭一组，天泽跟亚轩。轩，好，他们俩谁摸谁猜啊？对，这个你们自己来决定。提前我神勇无比的时候到了，我当然是我来摸。这个时候提前张金元神勇无比的时候到了。呜、哦，什么东西？不要说话！哇，这个真的，你们不要太夸张了。你们不要吓我。作为 MC 来说，我只能说这个。你是陈启南吗？幸亏我是。好，我们开始。那我想临时换人怎么办？赫儿，我可能有点不行了。金源，没事儿、啊，坚持。我先吗？这个口没有，是不是在那边啊？先放到个。谁先摸？你先摸吧。啊？不是。啊，志远先摸。啥？哥，喂，三爷摸了，三爷摸呀，三爷摸，真的会动，三爷，哇，真的会动、啊，还带毛，要下去一点才摸得到他，因为他很矮，他很矮，对，他很矮，你要闻吗？你要闻吗？三二一，三爷，你再摸我们就要强制把你手，一个问题，他会跳吗？不会，会的，你们不要骗我，读书少。你们不知道，你们没有戴这个眼罩，没有这个感觉，对，没有体会，觉得我现在你们不懂，面前一片白光。哎，他哎，电信在哪儿？貌似看到了希望。喂，摸嘛，小学经常玩的，到底是谁、啊、小学经常玩的，到底是个什么？谁啊？啊！哎，在动吗？他是？对，在爬，他扭过来的。那我可能要先撤退。他在哪儿？他在那儿等着你呢。真的吗？让开，我来了。我，你都还没碰到他吧？我碰到了他的毛。陈一楠，你猜吧，他有一根须须，可能是长在头顶的一根须须。哎，猜，陈一楠，大大不大？大。是吗？我抓着你的手。你抓着我的手。我抓着你的手。我断了，他先咬我，行吗？感觉跟我比我小学打针还痛苦。哇！我把他摁住，我把他捏住。什么情况？我把他捏死了。来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这儿，你抓着我的手，我去拿他捏。我。再往下，再往下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哎，还有毛、这个、箱子吧，三爷。三爷，他真的是死的吗？死的，你相信我？你咋不相信我呢？好，你们让开，我自己来。我跟你一起。你自己来，你挡住我的出路了。好。你挡住我的退路了，你让开。因为挡住我退路了，你哎。摸吧。盖子呢？摸。盖子被他吃了。哎呦！我这提一下他，你好，你摸下去，提一下，摸下去，拿一下他。哎呀，三爷，他是静物，剑啊，那个你小学经常踢的，我前面一段请剪掉好吗？就拍我丢脸，等一下我补个镜头。他是你小学踢的，哎，你们俩听好了。他是你小学踢的，
他是你小学踢的，小学女生踢的，毽子。哦，何俊林答出来了一分。张真源摸啊，张真源摸。三爷，拿开你的手。有毒吗？真的有毒。就是颜色很鲜艳。哇，我不是，他还在动。张元，几分钟啊？你先试一下，轻轻摸。我真的想有个表出来了。你搞得我都很紧张了。你们说不会危及人身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我一把摸进去吧。摸呀，你摸呀，摸好啊，摸呀，摸。摸呀，你要轻一点，不然他会咬你。哎，不不不，他死的，他死的。你在他的上面的上面的上面的，啊，再往下一点。我感觉我摸到了。往下，往下，来来来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nice nice， 这谁？左边，我感觉。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直接摸下去，摸下去，摸下去。然后你摸。他是死的，你放心，他死了。他咬了你了吗？左边一点，下下下。又，对对对，往下往下往下，不要碰到他嘴巴，我就不。死了，真的没有什么。死了。哇！吓我一跳！什么东西？还有两分钟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练高音哎。是。可以买到的一种橡胶的吓人的东西，橡胶，然后反正就一根一根的，不不，是一条连条，橡皮筋儿，假的动物，是那个伊达吗？哦，我可以，不是，你再说一次是啥？就可以在很多地方买到的那种吓人的东西，哦，但是就没有生命力，骷髅头，15块钱一个。就是那种放你身上你就会被吓到，但是看了之后就感觉一点都不恐怖那种。橡皮，它舌头有舌头，应该是分叉，而且挺长的。哦，分叉蛇，橡皮蛇。啊，真是。对，喜达，喜达，喜达，对，喜达，喜达，几分？一比一。摸一摸，哎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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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拿出来了。真的没什么害怕的，这里面的东西哦都是死的，真的都是死的。那我来。看到后面的可能他身体是热的才被啊什么说吧，觉得后面那个会动，套路会动，就有刺的那个，有啊，刺猬，对对，有针，有哦，太吓人了，哇，啥，就是那个你学校门口卖的那个会发光的那个，哦，我知道，是10块钱一个啊，十块钱，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。我放学一般先回家。小卖部买的吗？就不能说，能发光。嗯，对，那个发光球吗？怎么？跳跳球，就这么跳下来就发光那个。这一局就是喜达获胜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那个胡斯。哇，这次真的是好吓人。这次哇。哇，不得了，颜色越是鲜艳的东西越有毒，哇，真的吓人。3、2、1开始要玩。真的吗？这是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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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怎么还跟真的不是活的上来吗？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这样我只把你，我做个心理准备。 OK， 加油加油，真的没那么恐怖，相信我。真的没有那么恐怖，我死了，我怕你太用力的，不是活的，不是活的，等会被扎到，你小心一点。搞得我很尴尬，搞得我很尴尬，搞得我啊，是不是被扎到了？他有在咬我吗？是在，你都没碰到他，就是他在咬。哎，有慢慢的摸下去，应该跟刺猬有一点关系。对你慢慢的摸下去，你保护一下我吧。我来吧，那个玩意儿跟刺猬有关系。我手跟你一起，好吧？你这样他就太容易了吧？没有那么吓人，比如说他等一下会苏醒过来，他等会会缩起来，没事没事没事吧，他会苏醒过来，你小心点。哇 nice， 哇 nice， 他是一个，听听听，不能跟这东西有关啊，你要记得，哪是动物呀？怎么形
那我想一下哈。是植物。这。哦，你们知道美那个《熊出没》那个吉吉国王的那个头上戴的是什么？菠萝。凤梨。我直接摸了。在哪儿啊？哦，我知道这是什么。这么快？雅轩，快猜。这是那个。会叫的那个塑胶玩具，尖叫机。哇，这些好亮！这个是活的吗？活的。我的，它能咬人吗？它不会咬人，舌头被绑住了。不会。粘人。对，它嘴巴被绑住了，你放心。我怕我死。那我摸下去，它会咬我吗？他不会咬你，他不会咬你，他只会夹你，夹我了。对。那能找一个人来帮我一下吗？要玩下去玩。要玩。能把我的手放在后面吗？这样吧，就这样。我换只手。来，就这样。来吧，下来。小心一点，慢慢的。下来，就在下面，我摸到他。他在动。对啊，我摸到他了，我捉住他了，你放心，你快来。他咬我，你放心，他不会咬你。这什么？这个你猜得到，我就服气了。哦耶，是那个吉吉国王。这可以，也是那个吉吉国王。吉吉国王的弟弟那个带的。弟弟，对对对，还有弟弟。我看了300多。哦，吉吉国王的哥哥。哥哥。带的那个。带的那什么？他带的，他带了，他可以让气球爆呀。除了那个，还可以那个，你想一下，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，会散发出一种香的气味。就是说，其实你现在理解的这个东西都是偏的。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摸一摸。你可以闻一下，你闻一下，闻一下。我帮你拿着，你摸一摸。我帮你拿着，你摸一摸。你不要总摸一个呀，你不要总摸一处地方。干什么？干啥？不是要闻吗？闻呀。谁让你闻了？是我闻吗？对啊，要闻要闻，你是要闻，要闻要闻要闻，确实是要闻。好 ，OK， 这个就是那个呀，哪个？那个黄黄的，这是瓜子，对，是黄的，对，是啥呀？哈密瓜，是种水果，哈密瓜，对，除了哈密瓜，柠檬，不是，香蕉，不是，梨，不是，很大，跟梨应该是一种颜色的。有些菠萝蜜啊，不是，榴莲不是，就我小时候会把它做成一种战斗盔放在头上啊，战斗，那不是西瓜吗？黄色的西瓜，黄色的西瓜，不，打了色素，不是哈密瓜吗？不是，哎呀，就是有些时候你吃着是甜的，吃到皮了，它就会是苦的，橘子，不是，你们这样吧，陈皮，我让你们来闻一下，但是你们不能，枇杷。不是大的，应该分成两半。闻吧，让他们1秒钟。柚子。对。哇，我刚刚说柚子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。在中间。呀，什么东西啊？描述。这是什么？描述，这个你猜得出来，真的是绝了。他居然不怕这些东西。666666。刷锅用的那个，是不是？拉丝布吗？钢丝球。对。三分了，我说的都让你仔细猜出来了，最后都没猜出来。思绪先摸第一个，好。思绪加油！我这个箱子是活的吗？这个东西，你描述一下。在动吗？是，对，你能不能形容的更准确？这一坨，一坨，然后冰冰凉凉，有点像那个那种橡胶做成的，但很像泥吗？这可以捏烂。呀，你可以把它拿出来，快嘛。米老鼠吗？米老鼠，米老鼠是冰的吗？那个。我觉得很难描述，描述那个就是吃起来像肉一样的东西，吃起来小吃吗？不是，这是一道菜，一道菜，这有一道菜是
他和着那个鸭子一起吃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啊，和着鸭子，酸萝卜？不是不是，他可能是跟酸萝卜长得很像。豆皮？不是。胡萝卜？不是。这不是蔬菜？白萝卜？不是。不是萝卜。一坨。一坨。一坨。对，一坨。米吗？它可以砍，可能颜色有点，它可以被砍。枪，它颜色在火，奇怪，颜色就是有点灰色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灰色。火锅里面会，火锅会火锅底料，那个吃起来像肉一样的，然后像肉，土里挖出来的那个。对，蒜，还可以烤烧烤，蒜吗？还可以烤烧烤。姜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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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料，不是调料，不是。要不要闻一下？来，拿过来让我闻一下，谢谢。闻一下，你闻一下。魔芋。哇、哦、哇！对，你猜对了。真正的吃货。我闻闻我。第二个三爷，这个太容易了。活的吗？是紫的，有纹的吧？这是什么？有刺。为什么还在狙？狙狙。这是什么？甲龙吗？我都知道了，好吗？你闻吧。啊，有那个。我真正已经闻到了，我知道是什么，黄色的，屎黄色，屎黄色。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是我听到，满身都是刺儿。哦，我以为刚。我能猜吗？我能猜吗？徒手猜呀、啊，可以猜。榴莲。哇。哇。其他你在干嘛呢？可以的，可以。黑拿，我要用这个挡。你苏尔他才六年级。耀文已经两分了。对，耀文。思绪。这是我第一。好，思绪。对对对，我他们这两个人都是不怕的。这个好像不能。对，这个其实挺难猜的。你要不要再吃一口啊？对，你吃一口试一下。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不可以？这不可以吧？这是一吃绝对就那个做的应该可以那个吧？我也不知道。难猜啊，是我。能不能说一下呢？这好难。紫玉吗？啊，我提醒你们是白色的。萝卜。一根一根的，选萝卜。哦哦，白色的一根一根的，我的。嗯葱。那、no, 应该是面制品吧。嗯，对。面条。我小学生阅历真丰富。对呀、啊。哦呦，陈喜达一句话都没。哎，要不要让喜达完败？就零杠五。那我来保。可以试一下了。可以继续继续，如果打、这个、如果很大的话，一把。嗯嗯。什么叫一把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250。这是。麻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哇！陈启达，陈启达，三爷，请把你的眼罩戴上。我把你从这扔出去，这人这人怕是有毒。我们去十八楼再说。好，思绪思绪，这个很简单，对。哎，这有一个是啥来着？哦，是无聊的时候可以捏，然后它会爆的，一个一个。啊，那个就捏捏的。水晶宝宝吗？不是不是，我看一看水晶宝宝，就是那个塑料袋，塑料袋可以听一下那个声音。那个刚买的东西，然后一个一个泡泡是吧？对，别有两个字，对，你要然后蹦蹦蹦，那个东西叫什么？关键是那个叫什么呢？那个叫气泡是吧？气泡泡纸，我很喜欢这个。让他们他一个一个，让我摸一下吗？一杠四吗？可以可以，给幺儿摸一下。我很喜欢这个。然后最后他们把一个捏完，这可以直接。对，这样。哇，很爽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啊，字头。啊，你可以把眼罩摘了，摘了。好，一杠四。本轮获胜者，思绪跟耀文获胜。黑达，你真的是一个都没猜到。一杠四的战局获胜，很好，很棒。喜达，连小学生都不如，回去读幼儿园吧。太厉害了，这个。
女巫，用拉丁文念咒语啦啦呼。太阳的黑毛烧起了香菇，啦啦啦呼。有水晶球替人占卜，他说下午三点阳光照进教堂的桥度，能知道一切是失乱还是颠覆。哭抱住人物的爱是满脸的络腮胡，习惯在洗碗歇后开始打呼。人家是一只会说白语却是优雅的猪，吸血前会美月和妇女作为女仆，拥有一双蓝眼睛的凯撒琳公主，但是有 A B 血型的恐老鼠。哦哦哦哦，是谁的脚步一直像雾，像蟑螂蜘蛛辛辛苦苦全家怕日出，白色蜡烛混乱了恐怖。
笑得多虚伪，才能够融入这世界。每个人的脸上不像是贴了张一样的相片，想不起我在做什么，想不起我在想什么，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迷雾迷雾再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向征途。装不出融入的态度，空气里充斥着虚无，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嫉妒。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灵魂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迷雾迷雾再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段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向征途。掌声，不需要掌声，只要你愿当被驯服的象，伏在你旧腿上。荣耀胜过你嘲笑，所以我该自尊，要紧要跟着。迷雾迷雾再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段迷路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向征途。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向征途。